北京时间8月8日，一下一家曼丑、小米操、吐槽友商、碰瓷营销而著称的李楠带着魅族首席营销官、出杀大师、黄章以及所有内容的希望走上了北京演艺中心的前台，正式宣布了魅族16的到来。魅族16骁龙845加屏下指纹加顶级 CMOS 加40毫米定制 CLF 封装宽度，全球最小的前置 2000W 像素摄像头，魅族166G 加 64G 2698元， 6G 加 128G 2998元， 8G 加 128G 3298元，魅族16 Plus 6G 加 128G 3198元，8G 加 128G 3498元， 8G 加 256G 3998元。香吗？真的很香。想买吗？想。即便是非没有的我也心动了，尤其是在拿到官方的功能机之后，真心的佩服魅族。早在魅族16发布之前，魅族16就已在各大电商平台开启预约，而且预约数量超过了100万。而截至8月11日上午11点，魅族16系列在京东平台的预约量突破了67万人，苏宁易购的预约量超过了85万，仅仅这两个平台的预约人数就已超过150万，可谓人气高涨。根据魅族创始人黄章此前在魅族官方论坛的言论来看，魅族16系列首批准备了 50W 物料，工厂在加班加点生产中，并且会为魅友提供优先 M 码，所以即便50万物料全部顺利成行，魅友们也不得不面对强大的抢购压力。毕竟已经出货200万的小米80到今天仍然被诸多网友诟病供货不足，所以不出意外的，绝大部分魅友短时间内基本无缘魅族16了。那么你是魅友吗？你做好抢购的准备了吗？本文编辑吴永龙，关注泡泡网，畅享科技生活。